我已经劝说父皇将镇西军军权归还于你了。那怎么行？这镇西军是朝廷的兵马，怎么能说是我的兵权呢？这不是要陷我于不忠不孝吗？我看李逆啊，这就是以退为进的。我们须得提防这条李逆。如果此战大败，我倒要看看李逆还能不能保得了他。现如今既不给粮草，也不派援军，这不是让我们镇西军的将士去送死吗？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给那个何校尉写信啊？如今之际，我又请崔家军帮忙支援常州了。要是能用一封信解常州之围，这天下第一小白脸儿，这软饭吃的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殿下如想要，这天下皆是殿下的囊中之物。我不想要天下，我只想要你。你不想要天下，可想要这天下的人却不会放过你。那就把这天下让给他们，我就只想要你。没想到我孙某竟然落到如此田地，尽快的把太孙李玄泽抓到才能破局。该轮到你去完成答应我的事情了。他在明，我在暗，如今有的是时间慢慢的谋划。阿英，我无论如何都要让你回到我的身边。